大家好，今天来这边，收一下昨天放的那个老鼠夹子，看一下有没有收获。如果有收获的话，我表弟说他生吃，我很期待。奉俊，这上次放的鱼苗这边死了几条。他还没有完全死，他嘴巴还在张开，不知道有没有救。来，老表，来人工呼吸一下。扔了，没用了。啊、这个活不了了，扔掉。那里还有一条，那里好像捡不到，那边太深了。这里还死了一条，那边还死了一条。那边水太深了，捡不到，还好死的不多，死了三条。去看一下老鼠夹子，这个老鼠夹子没上货，去看一下其他的。这里有一个夹子，它夹到了老鼠，但是老鼠跑掉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夹子上面的老鼠的脚啊，还在上面，它的脚已经夹断了。老鼠嘞？跑了。那你生吃这个老鼠脚吧。没老鼠。这个脚不怎么大，应该这个老鼠比较小。太可惜了，居然让它跑。本来我表弟可以生吃的。这个脚你吃吧。不吃，我爱老鼠，我吃老鼠。下次来过，一定要装到老鼠上你身吃。弄掉。这个老鼠夹。